来个大榴莲，扎手。哎呀，好几百块呢，这里面是瘪的。再拉开看看啊，这种情况我能不能去找后门呢？找售后啊。来扒开看一下，哦，啊，这个肉还是挺大的。嗯，还是很好吃的。好久没吃了，真香。看看这边，哦，这边这个好，最后一口，嗯，这个核这么小，不吃了。我们家里就我跟我婆婆喜欢吃榴莲，等会儿这个给我婆婆吃。